面对着物流业者这项宣布，讲亲像台南嘛，这个山野大出的季节要到啊，所以有那有农友开始收煞地出货，所以因有那正烦恼讲，因的农产品到时是不是无法度出的。另外在这啊，屏东有海产的业者嘛，因为这栽培站唔停收货，是赶紧来调车辆家己来送货。果农今日伫山野园内面，晚下已经新鲜的山野准备装箱来栽培。不过近期因为民众拢伫厝，冷藏栽培的商品是薄金，栽培业务是真重，业者嘛通知果农，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号暂停受理，寄往北部县市，甚至连常温的栽培拢去用拒绝收回。这号药剂果农是真紧张，因为高温，又干旱。造成我芒果的那个中小果偏多本来就无好卖啊即卖物流个用的关键一寡迄个在果农的生计，我觉得会出问题。变天气个北部咱赚无够遐钱，咱是讲也伫南部，会当较济咱定，咱就会当较紧销销出。这嘛是无奈呐。虽然暂停栽培，敢若到三号，但是山野还未到真正大出的盛产期。农民为了分散市场，挖壳的栽培通路是愈来愈多，嘛愈来愈早，都惊过后一波，都爱赶紧来找备案。同款的状况嘛出现伫屏东，屏东海产直播主因为疫情的影响，芒果的业绩是成长一倍，但是拄到栽培运转出状况，嘛只会使叫车家己来送。我们在双北县市，双北，我们有成立临时的驻点，有派专车去帮新北，双北的朋友去亲自送到。疫情是三级警戒，影响全台商家的生意。现在就连民众无出门，外口的物流配送拢延迟，嘛只会使盼望疫情好转，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王进宏，台南屏东综合报道。